有人曾经咁样同我讲，生命嘅意义就系去揾你自己嘅另一半。假如孤孤单单冇人爱咁样嘅死去，生命又有咩意义呢？间坐一程电车，遇上的人可以很多。这架2.5块已乘的55亿电车，每晚8:30都会在我面前开过。我不知道在什么杂志中曾读过，人的大脑是十分奇异的，它有能力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每一张脸，不知不觉的都储存进记忆里。那天晚上，站在那里对着我微笑的那张脸，却被我偏偏忘掉了。No more playing the field for me. Since I've met you, my heart's not free. I just wanna beExclusively yours. Once you kissed me, then I found out there's no other I care about. I just wanna be exclusively yours. I'll take you to the dance, I'll take you to the show, I'll take you every single place you ever want.喂，喂，家人，我那天回到家之后，翻来翻去睡不着觉，只顾得胡思乱想。我最终仍是记不住他的模样。我想着想着，总结出了这个道理：人越使劲地挖掘回忆，回忆便越是显得陌生。仲包专科噶，家庭投保仲有9折保费优惠添。等我都即刻投保先，即刻上 handsend.com 或打2998-9888投保啦，优惠附带条款。屌你啦，我瞓嚟做乜嘢啊？嘥时间。你帮你摸一份啊，长份啦。你知我唔食烟噶。Jenny， 今晚翻返嚟。翻啦，今晚公司有嘢做啊。
天晚上，我再次见到了他。今晚出去吃饭啦，食完再你以前最中意食嗰间半岛甜品，食咗之后再打翻入啦，系咁啊，拜拜。
那时我应该已经明白，是再也不会找到他了。但那张脸带来的无穷诱引，却把我困扰住。有人曾经对我说过，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另一半。然而，现实游荡在这世界中，我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虚伪的人。而最可惜的是，找不到的，也是一位虚空的爱。